2023时尚玩家旅数大赏百万相亲票选出炉喽！是啊，大家期不期待？台湾旅片100强名单，选择旅数的最佳指南。选择性很多哎，美食旅游大小事，就找时尚玩家，选旅数还能抢好康。抢好而已啊！知道我们在哪里吗？是什么？后宫这么有名，怎么会？当然。林莎现在是天后了，我们当然在天后宫开场啊！没有去参加一下，我们还是很哦，一定要进去。哎，这一集真的很特别哦，鹿港你来过吧？来过很多，我也来过很多次。对，但鹿港其实有很多好吃的东西，然后我值得一吃再吃。所以这一次呢，我们是完全不会离开鹿港。等一下，那你晚上就不要出去喝酒。我们又不是节目上，节目上没有，节目上会拍我私人行程吗？那你晚上就不要直播。我在鹿港啊，对不对？不知道你在鹿港，不是这个意思啊。我们是这一整集正片都要介绍给大家，就是鹿港的一些一吃再吃都好吃、值得再访的经典美食。我觉得一集一定拍不完，拍不完。鹿港经典美食太多，而且每一道都让人家想要一吃再吃。对，所以我们只好精选。而且我们这次还有一个蛮特别的是，我们这次呢，以前来都步行嘛，不然就是坐工程车。而这一次我们要来坐这个。对，全台唯一有执照的观光执照的这个三轮车。鹿港是一个很有文化的地方嘛，很有历史的地方。那大哥他们其实这边是讲每一台三轮车，他都会配这个司机大哥，然后就是载我们，跟我们导览这样。哎，很棒哎，平常都要自己骑，是不是有司机大哥带我们可以去游古迹啊，然后品尝美食？而且现在认识鹿港，现在更好，现在都是电动，大哥不会那么累，骑得要死。你知道吗？我们也不会那么颠簸。这个东西考虑到新鲜的问题，所以它必须要在最新鲜的赏味期限里面，而且坚持四个小时。这个料已经比汤多了吧？我料捞起来已经没什么汤了。你先去想象用它这个价钱啊，然后给你这样的料去带出这个你的感受来。这个味道就是我以前小时候传统烘焙的味道跟口感啊，因为它其实就是软软的、绵绵的，然后很细，它是用这样子的概念去做成的泡。这是让酒用这样，对，它就像酒瓮一样，然后把它筑成一面墙的感觉。这一碗饭最重要的重点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是什么？上次纳豆哥跟子瑜哥有来拍过，他们没有这颗干贝啦，我们有啦。你的这个戚风蛋糕看起来就很厉害耶，而且你先试试看，它是当季的芒果下去做的，当季的芒果，对，拌一下油辣子，哦，它是辣台妹的油辣子。你说你那个？对。好，我们准备上车了。上车。值得一吃再吃的鹿港经典美食。大家我跟你讲，我们现在坐上这个三轮车之后呢，沿途呢大哥有一些导览之外，我要带你吃一个我自己蛮喜欢的，因为我很喜欢吃鱿鱼羹跟那个羹类的东西。然后在这边其实鹿港有很多好吃的羹类，而且它很特别，是可以让你一举两得，吃鱿鱼羹跟肉羹这样。然后我想说我带你吃一家最有名的。之前来每次我们都是步行，不然就是坐车直接到定点，但是现在我们也是逛景点啊，只是我们有点把大哥当成 Uber 在用，因为我本来带你吃肉羹，对不对？可是在肉羹现在我看很多人在排队。可以。我想要吃前面的那个鸭子，大哥，你想要点瓦吉吗？我瓦吉，阿伯瓦吉要。嘿，阿伯瓦吉。刚才你们左下是那个啦。对，我们准备几个水滴点。啊，我也是，我不知道那个。上次啊，我们在拍摄隔壁的那个猪血面。对。我跟大文的余光就一直往那个瓦吉旁边飘，然后想说拍完了，我们一定要去拍。结果呢，拍完过去剩最后两个。我跟他有一颗啦，所以你没吃到啦。我们有一颗啦，一百多价钱。上次没吃到，哎，刚好卖完，刚好卖完。今天有特地留给你啊，所以你今天是一点啊，一点没。好吧，那呀，也差不多。不一样的预备，七个小时半，七点二十，七点多开始卖，卖完就没了。哎，金价五牛利呢？它是包下来，这也包下。里面有那个芝麻跟花生。哦，芝麻跟花生。看看
其实这种就是我最喜欢的，你知道吗？最经典的。来，这个是芝麻的，芝麻的，看得出来黑色的。哇，这我喜欢。对不对？而且它的皮，你有没有发现它糯米的那个皮是非常软，然后很细致、很 Q 的那种。这个东西考虑到新鲜的问题，那刚刚 Apple 会你的等级啊，那比较，所以它必须要在最新鲜的赏味期限里面，可以坚持四个小时。来，吃这个绿豆的，它这个就是，我觉得这个皮真的太好吃了，真的，感觉包什么都好吃。对，它皮真的很好吃。你真的要想包一点咸的，包肉燥，我觉得也是成立的，也是成立哦。它其实混啊，然后跟这个皮。买回去就可以 DIY， 你就可以吃到新鲜现包的。有人在假设的啊，也有吃那种很小片的那种。这个就是 DIY 的，回家你看你要包，不要乱包，不要乱包，可以包的。哎，不然就是给小朋友啊自己玩自己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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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麻吉真的是蛮好吃的。对。我觉得，很 OK 哦，因为直接你知道那种勾沙皮是很适合我这种很传统的人这样。在地游客都唔啦，在地人跟游客都爱吃，都爱吃爱吃的。爱。啊，你中央若有经过什么，爱甲我介绍，嘛甲我介绍一下哦。好。系啊系啊，因为鹿港真正是一个好所在，叫历史的所在啦。系啊。到这边这边就是关庙，关庙就是一古一间古的古欢迎过来关庙。清朝乾隆53年1788年年代到现在大约有232年的历史了。对，这三轮车一年是多少？就不会停的，看人客，人客，人客伊的时间。哦。啊，是安怎算的？啊，坐三个，一点钟一个人，各收200-200块。哦。一点钟200块，啊，很便宜啊，1.2元，啊，热羹底啊，贵细咖，看到啊，灵山要到了。哎，你好，好多人哦。哎，你好，现在哪里还有这个价钱？今天是2023年。鱿鱼肉跟40块，而且这个其实涨过价，原本35，那你想40块有鱿鱼有肉跟，然后最便宜的20块，等于说我跟你两个人如果吃一人一碗跟加一个饭 share 100块有涨。我还是要先看一下他的火量多大，我这样没办法知道。找茬了是不是？嗨，你好，我是陈，这是小碗大碗，这是小碗的，小碗的，对，这个是炸的那个 D5花吧？对 ，D5花，对啊。你好厉害，把它放在里面。哇，这个肯定好吃哎。对啊。我实在没办法等，好饿吧。鹿港怎么样？经典必吃是不是？对，经典必吃。你看人潮这么多，好多人。我们又不是因为采访来，可能可以有点优惠，不然的话也是排。我们还是有排队哦，对，我们还是有。对。然后这一碗。哎，细炸扣啦，你敢看？对啊，我刚刚还不相信哎，我想说这个肉，这个料已经比汤多了吧？我料捞起来已经没什么汤了。我就最主要是，你先去想象用它这个价钱啊，然后给你这样的料去带出这个你的感受了。因为我觉得肉跟面、羹类这种东西见仁见智，有的人喜欢黑色系的，加点蛋花的；有的人喜欢清汤系的，有的人喜欢不勾芡的，那每个人都不一样。但是你想这些料有没有？它的醋很特别哦，你要加加看。怎么说？它是鹿港这边大家都会用的五印醋，比较特别，不是一般那种我们用的那种公演的那一种。然后我要再加一点这个猪油泡进去。好，猪油泡。你是把它想象成排骨酥放在里面的意思。台北现在吃一碗我喜欢的，在东区一碗鱿鱼羹面已经要80，差不多，85。他给你的肉羹来。不是那种鱼浆超多的哦，不是那种鱼浆超多的那种哦，真的是。都在比谁在谁比较大的哎，你看啊，真满足，好多，而且我发现它的羹汤其实也勾得很均匀哎，对，喝起来是很顺口的，对，甜甜的，比较偏甜口的那一种，嗯，猪油炸，这个也很好吃哦，很像排骨酥啊，对，超像排骨酥的味道，只是没有那个肉感。是只有在这里才可以吃得到这个，对，加这个吗？你不觉得它这很聪明吗？
因为虽然说咬起来味型有点像排骨酥，因为猪油的，但其实吃起来口感很像鱼酥，就加在羹内里面，很像饼干的，对，加在羹内里面那种鱼酥。但我要再加一点辣椒，老板贴心，这是特制的。但你辣妹要不要来一点？好啊，哎，我点了一碗干面，哎，加一点辣吧。看我们这集也是很多东西符合你，哎，天后宫开场，今天是小天后，再加辣妹，这是那个鱿鱼肉羹，如何？辣椒很赞，好香，豆豉味的那一种，好香，豆豉，而且它不会很辣，哎，这哦，这松板猪是限量的啊，限量松板猪，限量松板猪，好新鲜哦，超新鲜的，哎，好嫩哦，为什么松板肉这么软嫩啊？对啊，哎，干面稍微穿烫一下而已，哎，而且它片得很薄，片得超薄的，然后还有这个我喜欢的鱿鱼切盘，这个也是，就是如果你。你要沾辣也是活的，活的，这个这样串进来，滚一圈，花式的，对，哇，如何？其实我个人蛮喜欢这个羹汤，然后配这个面，然后一定要加这个辣椒，这样吃起来，它这个面很爽脆，你要不要吃一口干面？我很想要在那边请大家吃饭的，反正就便宜。你这样的意思是要把我整碗吃走吗？没有。哎，那干面给我这样吃，我这样吃一口啊，那给我这样。我吃一小口而已啊。给我咬断，不要拿我走。好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再点一碗。再点一碗给他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没有，我刚刚太熟了，想说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再点一碗给他。吃一口哎。再点一碗给他，再点一碗给他。拜拜，吃完厉害的霸鸡了。哎，我跟你讲，其实这一集有多多少少有点我自己的小时候的情感在。嗯，吃了咸食之后，一样老样子，我吃点甜食。我觉得鹿港的甜食有点，哎，你要挑一家出来不容易。哦，我跟你讲，这个也是老字号了，随随便便都老店。该不会是荤柜？对，就是荤柜。他那家的荤柜、B 台吧、爱玉都是自己现做的。纯粹是串冰吗？串冰类的。串冰。对对对对，他一样自己喜欢吃什么，但是我觉得那个荤柜要推荐给你。那个有阿花的。哎，是不是这个？就这个吧。就这个。对对对对对，高维亚，高维亚，高维亚。高维亚。哇，也是老字号了。细的这个是什么？粉条。粉条。好，我没有看过这种的。三种冰35块，哪里找？它是可以有这三种料，是不是？哦，三种料，然后也可以有两种。对，那我可以招牌冰加粉条吗？四样，可以吗？这样多加一样是加多少钱？加10块钱，好啊。5块有四种。OK 啊，那我4种都要，要吧？好啊，他们也有红豆、绿豆。对啊，老荤贵，也是几十年嘞，85年到现在。对啊。天就是要来一碗清凉解暑的荤贵宾，而且因为这次太便宜了，所以我完全没有在考虑价钱。你点了两个，点了两个，什么都要吃。荤贵，难得来一次都要试一下。我要吃一下它的招牌荤贵。对。哦。啊，这荤贵。荤贵如何？它荤贵做法是特别的哦，因为一般我们吃到的那种荤贵有没有是有加一些碱在里面，它会很 Q， 非常的 Q。嗯。可是有时候啊。我觉得像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那种鸡掌，减重有时候有那个碱的味道，你会觉得没那么舒服，可能要加比较多的糖水。哦。可是它这个呢是用那个栀子花做的，对，虽然没有那么 Q， 可是我觉得它是更没有那个碱味，让你吃起来是很舒服。可是这个味道就是我以前小时候传统荤贵的味道跟口感啊，因为它其实就是软软的、绵绵的，然后很细，有点像蒟蒻吗？没有那么透明的那种蒟蒻，对，它就是透明的那种，荤贵特有的。对，我要吃一下红豆，这是很传统的那种味道。就是感觉来到鹿港这边，下午一定要吃一下这种消暑的点心。太热了，虽然没有走路，我们是坐三轮车。老实讲，就是说我这一碗4种都有嘛，像包括加阿玉的，它就是很单纯的那种黑糖水加这些材料。嗯，而像红豆荤贵是。你想就是红豆汤啊，啊，但一般是放汤圆或放什么，可是它跟富贵放在一起，这种 QQ 的，然后又冰冰凉凉的，你知道，就是非常好吃的那种感觉。我觉得它的米苔木真的很好吃，而且手工的那个味道，而且
就是吃起来很单纯，然后你可以吃得到那个米的香气，然后米苔木的味道没有被它的那个酱汁，就是它的上面那个黑糖水盖掉，我觉得好香好纯哦，这米苔木很好吃，我觉得都好吃。选择，没错。他说因为真的很新，现在大家都去住这个城越，这样要去哪都很方便，尤其坐这个车就好，还不用开车找停车位。强烈推荐，真的来这边好不好？就一样来租个这个三轮车。大哥，谢谢。虽然有菜园，但是还是凉凉的，你知道吗？对，而且我觉得住三轮车有一种很不一样的感觉，就是你真的可以很仔细的去看周遭的环境，然后整个鹿港的感觉就可以慢慢这样子边看，有一种走进那个历史的文化的感觉。对啊，哎，连我们的那个大哥都说这里很多人会指名来这里地标哎。你的这个也太可爱了。对啊，这个其实我蛮想要介绍的原因是因为粉粉的感觉。他们这个说是之前，因为老板你知道，就是年轻人嘛，结合时事，之前那个巴黎电影的时候，他们就做了一个粉红色。可是问题是，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哦。他这个连包括 burger 的这个汉堡的饼皮是老板娘自己做的，然后里面用的是红烧猪排跟洛神花的那个洛神的酱。一吃就知道在路上。连我们的那个大哥都说这里很多人会指名来这里地标哎。隆重介绍，就是我们的米爹，这是我们的吉祥物。那叫什么米？米爹，它是出于我们鹿港的特色米爹。对，米爹的台语。对对对。它是应该上个月才诞生的啊，对，这里有一个商务中心，对，这是我们的茶室，鹿港的点心，然后还有咖啡可以一起享用，鹿港的点心，这些像是小猪耳朵啊这种啊，就是简单的这种多杂味的点心呐，对对对对。猪耳朵就是来这边，然后它有一个休息区，可以让你在这里休息。它后面还有一个，我刚看到有个洗衣房，哦，可以洗衣服，对不对？可以提供洗衣服，对。好好，你可以洗脚，对不对？有一个洗衣间，对。哎，很贴心，而且很多个哎。对啊，有烘有洗这样。对啊。这个最适合其实就是外国的旅客啦，对，商务客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们可能其实这个城市或是怎么样的，对。对，除了有三轮车之外，如果你想要自己去探索一下，晚上骑去那个天后宫啊，骑去鹿港老街都超近的。就是那个啊，你要想办法把它拼成一个图案，你要先找，对，给小朋友开发智力用的。先看我的吗？我们是七楼，七楼两间都在七楼，都在七楼，对，没错。好漂亮哦！好文青感。因为这里是鹿港啊，所以其实我们刚坐三轮车的时候，到那个桂花艺术村的时候，看到很多小鹿，因为这边以前有养鹿，所以它自然。一个来，卡片刷下去，没错，哎，这五岁呢，哇，你们好舒适，好高级的感觉哦，你们的配色很温馨，对，是属于木质调的一个配色，对对对对，还有沙发，然后有个阳台，重点是我们还浴缸，对，可以让你舒坦一下，不是这阳台就很加分，你看这阳台看出去，采光很好，它其实很贴心，它那边有一个沙发区，然后这里也有一个，就你可以办公啊，思考一下人生。你看它的这个很可爱哎，对，他们你们自己做的吗？这是跟知名合作的哦，巴斯卡的，嗯，很漂亮啊。刚才可以看风景，看出去也是一望无际，而且我觉得很漂亮，就是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。对，好，再看一下我的了吧。就到每一层楼的天花板，没有，我们每一层楼都不一样，每一层楼都不一样。我就特别请鹿港的画师。
然后帮我们去设计，然后也当作因为很多人都来这边当工。对，他说每一层楼都不一样的画师画作，是很有特色。张斌里面那个像上面是枫叶包，就是柯田。对，鹅辣的那个田，我们以鹿为元素一个，就是很多彰化的元素哎，对啊，对，哇，来喽，咦，我的是四人房，四人房，对啊，今天晚上当然有家庭的，晚上晚上房子喽，三个人进来，可以一直搬走，一平二三，好，这是不三个，我们有一个小合适哎，对对对。哎，我觉得这里很适合我哎，就是因为我可以坐在这边，然后看书，然后喝咖啡，这样很舒适。因为我觉得鹿港好像就有一种让人家文艺气息，对，很想要安静下来。文艺气息，这个是那个吗？那个哎，五五庙哦，五五庙，对对对，你有浴缸哎，但是你有免治马桶，所有的房型都有都免治马桶，最舒服了。你也有啊。早安，宝贝，就是要来吃早餐了。哎，我跟一哥约好了要来吃饭店的早餐，我先来帮他看一下。哎，所有的人到来了啦，来了啦！我没吃到哦，因为9:59到。哎，我太想吃早餐了，我就是直接先下来帮你看一下早餐有什么。你算狗，你算狗，你等一下可以吃的了。还有自己煮的面啊，然后西式的早餐也都有，所以他们也有这个。米得，我想要来做一个，做一碗，因为听说其实在鹿港，大家早上呢都会吃米得。你学的是用这个的话吗？我刚刚知道他们的那个黄金比例，对，他们会这样子。然后如果要吃甜的话，它有黑白芝麻跟坚果。哎，早餐吃这样其实蛮营养的，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浓稠度。这超酷的。对啊。我有几百年没有吃过米德，我也是好久没吃米德了。早餐那么丰盛，我教一个大家吃饱的方法，直接做个控霸饭，觉得怎么样？控肉，对不对？你直接这样最罪恶。没有人早餐这样的吗？哎，拜托，这脏话呢？然后再等一下淋一点卤汁上去，对不对？我们这个控霸饭就完成。有蛋吗？你知道吗？自助餐美妙的地方在于自己要去搭配。你看，这是不是就是一碗？有没有？耶！哎，饭店舒服哎，我睡了一觉。睡了两个小时，睡龙，因为他们我们为了要把我们成品拍得好看，所以你知道吗？我们花了很多时间。那等要去吃晚餐的地方了，然后这里呢，其实是在鹿港的龙山寺附近。对，它其实开了5-6年，但其实这家店呢，它很特别，就在这里。就在这边，你有看到吗？我觉得在这个鹿港啊，要动辄都是40-50年的这种。对。老店，对，我们要找到一家哎厉害的，这家算新的吧，开了5-6年而已。可是我看他的故事，我蛮感动的，是老板是从澳洲回来的返乡青年，因为他生意很好，然后卖到现在，连那个晚餐都有卖这样子。它里面走的是一个很工业风，然后文青感的路线，好大哦！而且这个装潢设计都是老板他们自己设计的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 ，Ryan 老板。哎，我们这一集啊叫做经典中的经典，鹿港必吃，竟然来采访你的店。我们跟你介绍，原本介绍都几十年了，结果你们这个算是我们放在名单里面新兴的，距离百年老店还有那个，还有94年。对，大概就是我们的那个鹿港市场海鲜意大利面。这是鹿港一个很有名的小吃，就是虾红。黑糕，在那个外面都有卖很多虾红。哦，没有，是我们的市场就是合作的市场卖的虾红酱。对对对，有一个姐姐，她是专门在做那个虾红酱。哦，对对对，然后我们是跟她长期配。哦。
丰盛呢。Ryan 老板推荐的全部都给他点起来。对啊。我这个呢是鹿港的市场海鲜意大利面，对，就是他刚刚讲的用那个虾猴酱的那个，对，然后结合了那个中卷啊，还有那个你看那个贝壳也是挑过，是刺嘴，我真的很喜欢吃这种比较偏台式的这种意大利面。哎，你要不要几个这个？要，这个好新鲜的感觉，当然要，当然要，还有中卷，这样，谢谢，再给你一个，好，谢谢。虾猴酱的意大利面我是第一次听到，我也是啊，但是我不觉得不成立啦，因为。我们本来在做意大利面的时候，就会用一些虾头或虾膏去少取出来高汤。好浓哦，它的酱条的。可能你没办法分出它是虾头的那个酱的味道。嗯。但是我觉得，因为它用了这个刺嘴，这个背里面的那个汤汁，其实味道都跑到面里面了。而且我觉得它里面加这个九层塔，味道超级搭的，比。白酒蛤蜊意大利面那个鲜度还要再来的多上好几层。如果说想要吃一点比较特色创意的鹿港的食物的话，像我们平常都会想说来这边一定要吃小吃啊，就是晚上想要去一些就是像这种环境很好的，然后可以喝一些小饮料啊，吃一点甜点的地方，我觉得这里很适合。而且你的这个也太可爱了。对啊，这个其实我蛮想要介绍的原因是因为粉粉的感觉。他们这个桌是之前，因为老板你知道，就是年轻人嘛，结合时事，之前那个芭比电影很红的时候，他们就做了一个粉红色。可是问题是，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哦。老板娘自己有做甜点，对，那这个连包括 burger 的这个汉堡的饼皮是老板娘自己做的，是。然后里面用的是红糟猪排跟洛神花的那个洛神的酱，哦，加了紫洋葱，嗯，它里面的那个肉，这猪排很好吃，好吃哎。它不会像番茄酱那么的直接的酸，对，有没有？它有点那种洛神酱跟那个对甜的香气，美乃滋的那味道，而且这种面包好吃，它的面包是有湿度，这面包好吃哎，嗯，它的料理都有一种很可怕的事情，就是你会停不下来。你知道我刚刚不知不觉就已经吃了这么多，那我要喝一下我的饮料，可以。你这个呢，就是在中午的时候会很需要的咖啡，咖啡，可是它有气哎，嗯，它是咖啡做成的那种康普茶。啊，萃取出来之后，其实喝起来会有点像是气泡咖啡的感觉。然后它里面还有加了一个很神奇的，你先喝喝看，什么感觉？有一个巧克力的感觉。它旁边就加了这个，这个呢是可可的，算是可可的浓缩萃取出来的那个东西。它可可的外面不是有一层油脂吗？白色的那个部分，它把它萃取出来之后做成这个可可的果浆，可以喝喝看原味，因为比较特别的东西。甜甜的嘞，有点像山竹的味道。对，甜甜的，甜甜酸酸的。对对。然后我这个也是很可爱的，跟你一样粉红色的。这一杯我一定介绍的比他好，因为这一杯给你讲。来，你来介绍一下。它是用台湾在地的凤梨汁，再加上樱桃果泥，然后下去做的一个饮料。嗯。他用着很可爱的眼神说：“一哥，我们可以给你换吗？”我说：“好。”没有，因为他怕睡不着。对，因为他刚一说这个有咖啡，然后这个白白在这里，然后想说有咖啡，然后想说好，给你换一下。对，因为你爱喝咖啡，你不是一定要喝三杯咖啡？我可以，没问题的，没问题。来，甜点是什么？这个啊，你不要看它这样，好像因为其实平常很常吃到那种闪电泡芙，但是它很特别哦，这个也是有结合鹿港在地。来，你知道它是结合什么吗？猜一下。它是有那个鹿港在地的建筑，就是那种瓮墙文化。它是用这样子的概念去做，哎，就是像酒瓮这样，酒瓮这样，它就像酒瓮一样，然后把它筑成一面墙的感觉，就给它大力吃下去。哇，好，哎，米的味道超明显，对，一吃就知道在鹿港。怎么说？就是因为刚刚我们一直在强调，他们对这边很多那种。吃米得啊，或什么之类，就一吃就知道说，哎，这是有地方特色。不然你说在外面的甜点店，绝对不可能吃到有这种。不可能，我觉得想法很好。这些创意，我觉得应该算是他之前在那边留学，然后得来，想说回到自己的鹿港，然后结合一些找适合的元素。对，所以做出来的，我真的觉得都很好吃，很值得推荐。真的，必推。跳跳哎，哇，哎，好活泼！你今天要吃哪一只？我都要啦，随便选啦。那我们只好问老板娘，老板娘推荐我们吃什么？面
店，我想随便问，大家都知道。哎，你知道这家店吗？还没有来吃。你看看，多不称职的主持，多不称职的主持人。没有啦，是真的。因为你看看这家店，随便问一个辣面，你看。哎，有辣妹。没有辣面，有辣妹。这家，这腿可以吧？不是。这家重点，别你这个拍人家腿，你是什么啦？我早上人家一整桌大家都在抢。真的有啊，刚刚。那我们是要问老板娘，老板娘推荐我们吃什么？吃母的。但是你有觉得我们很奇怪吗？我们不来鹿港鹿小吃吗？怎么会突然间抓了两只大螃蟹出来？我刚刚一直以为我在海鲜市集。对啊，已经很多海鲜，那边还有那个最新鲜的。板娘跟我们介绍一下。这个鹿港这个地方有这些这么生猛的海鲜啊，它就是这种白鳗呢，白鳗，你们鹿港的特色，对不对？啊，它这种它是比较大的。哦，而且那个是七彩龙虾吗？对，有七彩龙虾哎。哦，咖啡，这是外龙。哇，比你镜头还大。而且他们的功夫不马虎哦，几十年的老店了。三十。我跟你讲，是因为现在我们等老板娘等了两个小时，对，她超忙，她才有空，她刚刚没有办法跟我们讲话，没有办法理我们。真的，有推荐我们吃个时间吃什么比较好吗？还是什么的？现在这个时间其实海鲜都不错，现在是螃蟹的季，螃蟹季，对，十月比较招牌的是白鲳，白鲳哦，这个白鲳一看就很新鲜，它眼睛、鳞片，这都是新鲜的，对，对，现捞的，很大只哎，虎虾，大虎虾。然后在这边，你看很多夹子哦，马上弄，真的，想要烫的、想要烤的、想要卤的都有。对，一秒钟不用到渔港，但是在渔港吃渔港的做法的海鲜，海鲜市集，然后你自己挑，然后请他们帮你制作。这不是小吃了，这大吃了，大菜。经典中的经典，一定要有一个。对啊。刚刚才发现这个是在地人也很喜欢的一家。对啊。因为今天我有一个那个彰化朋友，他本来来找我，然后我就给他看我们今天会在哪里，他就说这一家很厉害，推就对了。对，在地人都推哦。家境真的要够好才能吃这碗饭。哎，没有，我跟你讲。是吗？老板们家这个应该北海道生食级干贝的等级。这一碗饭最重要的重点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是什么？上次纳豆哥跟子瑜哥有来拍过，他们没有这颗干贝啦。哦，我们升级就对了，要不然五角粉。哇，这搞不好你比较喜欢哦。我喜欢，因为是比较南部的骂手的那一种，对，不是北部那种肥肉多的那一种，对不对？配上这个干贝，豆哥太过瘾了。子瑜哥吃喽，拍给啊，来，就很幸福。港剧里面不是最常讲的一句话，来碗鱼翅漱漱口。我们现在没有鱼翅，但我们用花椒，最爱这种，哎，烫，不会烫，哇，哦，真好喝，看看这个胶质，胶原蛋白，它里面有很多的营养，哦，满满那个上汤那个味道，好鲜哦，那花椒好 Q 哦，它是那个鲶鱼的花椒，啊，因为这里啊。是不是有很多名人、政商名流都会来？然后要请客的时候啊，就可以请他吃这种大菜。我想要先尝那个大只的那个白鲳鱼，然后里面有一些这个我最爱的鹿港的手工虾丸。虾丸，我刚刚放一些进去了，然后放几片这个鱼肉下去。我们等一下先吃其他的，我让那个鱼肉滚。好，现在在旁边洗个三温暖，洗个三温暖一下。对，哎，因为这里啊有很多人会来喝个小酒，对，所以这种重口味的也是他们爱的烹调方式。对，然后它这个是这里的招牌避风塘，避风塘，而且是偏辣口的。我闭着眼睛，你给我看一下，你对我好不好？好，对你好。哎，你对我很好哎。蛋肉都是蛋。哇，真的。你染的头发人变超好的。换了一个人。我们点的是母的，所以呢，它里面的那个蟹黄很多，我再盖在我的饭上面啊，扒下去啊，太满足了呢。你看我刚才满满都是啊，就我刚刚抓那一只啊，我要吃这个喽。啊，这比较偏九口，哦，我整口吃掉了。麻油的。
就是它那个种类太丰富了，不可能是当地的海鲜。对，最好吃，就各种的。啊，我的白鲳鱼好了没？来来来，白鲳鱼好了没？哎，我第一次吃白鲳涮涮锅呢。对啊，好期待哦。而且里面放的是笋丝，对，虾丸，一颗虾丸，啊，好细哦 ，Oh my god， 哇，太烫了，我在等的时候，我先吃一下虾子好了。我真的我忍不住了，它再怎么烫我也要吃一下。这个虾子大虎虾，很建议相中这做法，盐焗的，盐蒸，吃原味。嗯，哎，你赶快吃它的涮涮锅。口啊，就超简单的，它就是笋丝的汤，然后笋丝的汤，它的鱼肉好细好甜哦，而且煮的刚刚好，哎呦，真的刚刚好。这笋汤像在我们喝笋粥的那种，嗯，很浓郁的那种，嗯，好，我吃鱼肉啊，真的很甜哦。哇，看到这个横截面，好细然后好鲜哦，真的，还好刚刚有放很多块，我想要再吃一块。好的，走这些历史的街区啊，然后庙啊，一定要拜一下。你刚刚去哪了？到处逛逛啊。我在想还有什么可以吃喝。这里可以吃的太多了。这里其实以前呢，是那个很多很多那个做造船的人啊，或者是出海的人，他们回来之后都会很饿很饿。所以呢，这里叫妖龟峡。看这里，它的名字。妖龟点啊。对，它其实就是很多人会饥肠辘辘，然后回来。就像那个很妖孽的不顾吃相，然后一直吃，就在这个市场里面，就是我啦。对，所以我们要吃什么？这么有历史的地方，我们当然要吃一下下午茶喽。咖啡厅是不是啊？这里啦，这里啊，桂花巷里面，不要错过了，是不是很容易错过？对，一个咖啡厅诶。它其实是一个古厝，然后改建的咖啡厅。这里好漂亮哦。这是有历史的建筑吧？应该有。对。不知道哪一年。这里的氛围真的蛮适合做咖啡，而且超适合你的，喜欢拍照的。对啊，很好拍。对，我刚看。看它的这个。而且你看外面的棵树。啊，他们里面啊有那个自己做的咖啡豆，然后后面这边有一个很舒适的用餐区，户外的，然后还有井，你看那边有一口井。啊，对。我有个问题。怎么了？可以端面进来吃。可以啊，你可以去买 ，OK 啊，你可以问一下。又来，你问一下老板 ，OK 啊，你问一下老板可不可以？哎，你看这里有多好拍，老板都卡好位了，你看，真的，这里这位置多好看，多漂亮。而且每次只要拍到这种漂亮的地方，你就会失踪。我没有失踪，因为就会到处逛，然后到处拍，就会失踪。对，因为其实他老板他原本是学西餐的，然后后来为了开这个学了那个烘豆的基础嘛，对不对？然后甜点是本来也会一些基础嘛，对不对？之前就会一点，然后把它精进。哎，你的这个戚风蛋糕看起来就很厉害耶，漂亮。你先试试看，它是当季的芒果下去做的，当季的芒果。对，而且我觉得还没吃的时候就觉得它的那个。奶油跟蛋糕体都好像一块模型哦，对啊，好细哦，它的奶油好顺哦，完全没有抵抗力的那一种。哎，你的戚风很不一样哎，比较蓬松湿润一点点，比较湿对不对？是因为奶油的关系吗？是因为后置的一些处理方法。处理方式就是把它变得比较湿润一点点。我们刚刚一进来，里面就已经满满的人。他说早上已经一整波大家都在抢那个。真的有啊，刚刚每个进来的人都要在后面写，像吃拉面一样，要自己填那个电话跟名字，等候通知。点一个这种桂花拿铁，这个是桂花，因为这里面是桂花巷。哎，你知道为什么会点这个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刚刚有一桌小姐姐在这里拍照。他们桌上就有一杯这个，他就说很好喝。我想说，哦，真的吗？是什么？他说是桂花拿铁。你刚开始喝还没吞进去的时候，你会觉得，哎，有桂花吗？然后你吞进去之后，那个桂花香才跑出来，很神奇。你喝的时候是没有桂花味的，然后吞进去突然桂花清香，真的，跑出来了，对不对？
时尚玩家为你盘点全台异国度假风获奖旅宿，让你不用出国，能感受到满满的出国风情。与众不同的风格建筑，不管是欧风、度假风，还是日式风情，通通都有，通通整理给你。想知道更多资讯，欢迎上时尚玩家官网查询。突然桂花清香，真的跑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哎，再不是要融化了，这个有冰淇淋，我已经偷吃了一点。哎，这个也是这里算是热门商品哦，苹果派。哦，苹果派。哦，这个苹果派内馅很爆地哦。但是跟美国有个很大差别是它不甜。对。因为美式的这个肯定超甜的，对不对？而且这饼皮好香哦。饼皮很香。饼皮很香。嗯。那这个是什么？乳酪蛋糕。这个是对。哎，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哦。题外话，为什么你吃蛋糕都喜欢从这边？因为这边是就像我喜欢吃那个香肠、糯米肠头跟尾，比较多、比较厚。饼干呢，跟那个比较厚，你有发现吗？刚刚这个饼皮也是啊。我想说为什么？因为我都喜欢吃这里。你看，我们再一次配合的多好。哇！但它这个很不像乳酪蛋糕哎。它是轻乳酪，对不对？其实是重。啊，是重。但怎么这么软？顺口啊。对啊。打的比较打的比较蓬。哦。它算是重乳酪蛋糕，但吃进去不会那么的厚重腻口、我觉得其实来鹿港这样走累了，走进来休息一下，如果没位置就先登记，登记完之后你先逛一逛就有位置再走回来。超好找的，它就在城隍庙的对面巷子里面走进来，桂花巷、旁边就是了。就是我彰化的女朋友。哎哎哎哎哎！乱来！白眼，白眼，他带有情绪，他真的带有情绪。我朋友。白眼。你确定要再来找你的吧？搞不好再来看我的。啊，这家是什么啦？这家是什么？哦，开始了。开始了，开始。你在录，录很久，刚刚那些都有用的，你还这样子落我？那你还敢讲什么女朋友乱讲话？他一直在说什么全台湾21个县市都要找一个女朋友。今天呢，算是我们经典中的经典，来到最后一站了。对。然后最后一站当然要压轴登场啊！你知道这家店，我想随便问，大家都知道。嗯。信不信？哎，你知道这家店吗？还没有来吃过。你看看多不称职的主持，多不称职的主持人。没有啦，是真的。你看看这家店，随便问一个辣面，你看，哎，有辣妹，没有辣面，有辣妹。这家这腿可以吧？不是，拜托。这家重点，不要你这个拍人家腿，你是什么啦？对啊，还给我这样子，要也是我拍嘛，够不够？够。我说的辣面是这一家，它的面出了名是有辣椒。辣面，我都把我朋友找来。不是啦，你那么爱吃啊，你要来踢馆一下。我当然要来试试看，而且它的在 Google 评价是非常高。它虽然没有开很长的时间，大概6-7年的时间，但是它的评价是非常高，而且它的小菜选择很多又便宜。哇，是这个。招牌干意面，干意面，你嘞？啊，还有炒手，炒手一定要点啊。然后它还有一个猪心汤，对。好，我们来进来试一下。对啊，我们就来点一下，试看看。好。刚刚在等的时候，你知道外面那个外送车，一台接一台，哎，真的，超多人点外送的。对。然后你这个干面老板很有自信，因为他是台南的配方，台南的配方，对。然后盐水那边的那个做法，只是盐水放的是鸡鸭蛋，他的面放的是鸡蛋这样。啊，那意面的香气还有那个独特意面会有的那个碱味，好香哦。对。但我很想加这个辣子。来啊。这个呢？帮我报仇喽。油辣子。油泼辣子。其实是也蛮干爽的。蛮干爽的。油泼辣子，拌一下油辣子。我这种是比较朝天的。哇，它是辣台妹的油辣子。你说你那个？对。哦。它不辣，它属于香气型。其实油泼辣子本来就比较不会辣，它就是那种香气型。有时候沾牛肉面啊什么也都是用这个。你沾的是最辣的那个，那我要吃喽。它是有点像豆瓣酱那种。哦。很辣吗？辣。真的吗？它是比较偏朝天辣椒那一种。但是我觉得也没有到很大，还可以。它还有这个辣椒油，它是好像像是辣椒汤、辣椒汁的那种感觉。对。然后也可以把它拌，他们辣椒就有3种，
吃完要吃这个炒手哦。你要不要问 Tina 要不要吃一颗？啊，不用，我先录影。先让我录完。我好像听到你心里的声音了。先让我录完。哇！喜欢。红油，它红油很香，而且它给的肉很多，拌得很匀。对，然后这样，它这个它的炒手其实很川味。它的炒手里面有那个花椒的那种味道，然后再加上这个肉，它这个肉比较特别，是它的姜的味道很明显。哎，老板，这炒手好吃哎，但有加姜对不对？有姜的味道，然后跟有花椒吗？没有花椒，但是在酱汁里。对对对，可是很川，蛮川味，是蛮川味的。还有汤，你的是什么汤？我的是福州丸汤。我的是猪心。可是我的福州丸汤比较特别，是一般的福州丸都是皮厚内馅少，可这边是皮薄内馅多。哦，这是小笼包吧？皮袄包啊，他自己做的吗？这个对，这个丸是他们自己做的。嗯，这个福州有单卖吗？有，哦，卖场，你们自己还有网络卖场是不是？叫什么啊？叫哦，所以在那个连锁量饭店买得到，他们家是怎么做的？那你的猪心呢？我的猪心超新鲜，很嫩。那猪心把它切得很薄，刚摘下来，很好入口。麻油姜丝汤，嗯，很搭这个面。哎，但我很想吃它小菜。小菜要点，我这一份肉，白切肉哦。嗯，你猜多少钱？六。这三盏吧。六十。我们直接给你打对折，还得三百块。是哦。划算呢，白切肉你知道多贵？沾个辣椒。哎，它下面都是哦，不要看它这样。它是好几层，你看，里面都还是哦，很多。这个卤蛋看起来就是它入味的，对。哦，它夹起来真的比较偏硬哎，它有点像是卤比较久的那种茶叶蛋，它所有的味道香气都已经进去，但卤汁的味道不会很咸。伊娜，你想要吃什么？来。哎，那我还没吃，等一下。你不是没有想要介绍了吗？吃这个。这海带十块，很便宜，多吃一点没关系，林莎吃饱了。还没吃饱，你家吃饱了。对啊，很多早餐。因为其实这边就是沙琪，你知道吗？很多店其实都是很早就开，就在卖。包括对面那个，包括这个我们刚刚拍过的猪腿面线，其实也是早开。然后那个里面那个。我们这一次来已经扑空第二次了，但是如果希望明天有开的时候，明天我带你来吃。那个我自己以前拍过，它都早上的，然后这整条都是，包括那个面线糊啊，这整条里面，包括我之前有拍过那个对卖虾丸的。